正九九年九月举行的九九财富全球论坛上海年会就在此举行。2001年十月举行的亚太经济组织会议的主会场就是通过全球举办七个财富大会，为下面进行第二轮颁奖的主持人，请各位坐下，向刘副席和小小刘斌、小新、吴军等人坐，不要紧，让新人也分享我们的工作。